総督はどうした？暴君爆中だ。殺された方は帝国軍事の哀悼しています。バカ！あれが哀悼か？あれは夢だ！はい。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们家时候的情景吗？记得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少爷，二子君，你回来了。少爷，儿子，你可回来了。这位是……哦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艾小曼，我的准未婚妻。未婚妻。 漂亮，小曼你好，伯母们好。你第一次来，就把我三个小曼的心全都拢在一起了。哎呀，儿子，你上哪给我找这么懂事的儿媳妇儿？你瞧瞧她说话，让人都爱听，你得跟她学。 小曼真是太会说话了，这北洋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就是不一样，就是有眼力见。来来来，小曼，咱们喝咖啡，我上好的咖啡泡好了，我来给你煲一个啊。来，我给你倒。谢谢伯母。我亲妈走得早，后来呢，我爹啊，隔一阵就给我找。 隔一阵就给我找一个，在我这三个小妈之前，还有别的女人，但我一个都不认，唯独她们三个，我认了。 因为。 他们对我比我亲妈对我还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他们，我根本就上不了北洋。我爹，他呀，他就永远见不得我鞋。 不是让我读书，就是让我练武。他总跟我说：“说咱们陆家三代单传，到你这一代，必须得出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物才行。”我呢，我拧，我就非得跟他对着干。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爹。” 干嘛非我这一代啊？嗯，下一代不行吗？我爹那死脑筋啊，就永远说不通。每次回他，他都回我一句：“不行。”他说他怕他等不到那一天。 你爹准是被你骗多了，不信你了。那然后呢？你就听了你爹的话，真的上了北洋。后来要大考啊，我爹呀，就成天眼巴巴的这么盯着我，看着我，就盼着我能考上北洋，跟个小孩。 我呢，就下定了决心，我就考不上，给你看看。不是急吗？我就偏得治治他这虚荣的这毛病。
谁知道，最后我还是抵不过我这三个小妈的贿赂。你说他们多可爱，他们居然压了天价跟我爹赌，说如果我考不上，他们呢这么些年啊自己积攒下来的私房钱全都得回到我爹兜里，如果我考上了，让他们赢了，我爹呢就会按照赌约上说的双倍的赔偿赌注。哎呀，然后他们三个人呀就一劲儿的求我呀，说子征啊子征，你一定好好学，好好考，一定得考上，咱们一定得赢，赢了以后那些钱啊全都是你的。他们还跟我说，说与其让你爹成天揣着那么多的银票出去胡花乱花，那不如你就好好学，考上以后把他的钱赢回来，你能多捞点，是的，以后呢你就能有好多零花钱花。你说他们都这么说了，我能不管吗？管，当然得管。但是，我听来听去，怎么觉得有点像苦肉计啊？谁说不是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说他们，不但什么便宜都没占着，还得冒那么大的风险。平时他们就喜欢钱，万一输个底儿朝天怎么办？你说你们图什么？他们图着你能上北洋，能好。是，他们三个就是特别的傻，一心的对我爹好，对我好，好的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，临了临了，还为了我们陆家的名声自己的命都给丢了。你说你们怎么那么傻啊？我跟没跟你们说过？我跟没跟你们说过？我说让你们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，你们为什么不听话呀？以前都那么听我的话，我说什么是什么，为什么这回不听？为什么以前见了血都晕的三个人，现在连掉脑袋都不怕了呢？为什么呀？收一半的钱，为什么？全程啊，
都在庆祝。听说日本人在军营里都被砍头了。冈本君，军营出事，那些金门市民都在暗地里高兴呢。军营事件绝不只是失去了几个帝国的士兵那么简单，那些蠢蠢欲动的中国人还以为找到了什么新的靠山、新的英雄呢。必须马上抓到刺客。当天进军营的有几个人呢？因为我们的士兵穿的都是军靴，从现场发现的脚印看，应该是两个人。两个人？两个人吗？是的。难怪长了中国人的志气。只要我抓到这两人，我一定把他们挂在城楼示众，死了那帮无知中国人的心。可这两人是谁呢？会是国民党残余，还是共产党？国民党的残余是不可能的。帝国刚刚施展了军威，除了陆友义顽强抵抗以外，那些国民党的残余早就溃败逃走了。是共产党，也有可能是什么其他团体。不过，必须肃清金门的敌对势力。如果再要引起国民的反对的话，那我们又要花大力气去维护稳定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你再去一趟陆友义的家。啊，好好的搜一搜，陆友义不是金门人的骄傲吗？他死了，儿子出国了，可是陆宅还在，烧了他，让那些愚蠢的中国人彻底明白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早就完了。是，去吧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再在我们家多待一个晚上。那我留下来陪你吧。我也陪你。我去放风。
全部焼けろ。価値があるものは全部連れてけ。ここを焼けろ。都这样了，你什么都没了，你怎么办啊？你能不能把嘴闭上？这会没说人话，人哪儿偷你非戳哪儿是吧？子成，还有我们呢。对，兄弟会一直陪着你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那在哪儿也不能在这儿。说应该先给子正找一个落脚的地儿。对呀，得先找个隐蔽的地方，别让日本人找到他。对，你们两个有什么主意没？现在日本人那么横行，躲哪儿都不太安全。要不然，咱们开一个包子铺。又能赚钱还有好吃的，包子铺来来往往全是人，太容易被发现了，不安全。那可以让子正到后厨去打杂去吧。开照相馆吧，人少也清闲。照相馆？不是，海小白，你知不知道照相馆那些设备花多少钱呢？啊，反正。我没钱。对，照相馆，这个主意好。钱咱们大家一块儿出。那反正你们提议开照相馆，我没有钱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，我爹没给我多少钱。你要是不想出钱，你现在就走，以后也别在我们再看见你。小白，你赶紧，别急。我是没多少钱，但我总归是有嘛。房租我出。那好，照相馆的房租你来出，其他的我们想办法。你们现在去找合适的地方，我回家找我爹拿钱去。好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挺想办的，就开个照相馆。赵记者就是不一样，现在是金门是日本人的金门，哪家报社不讨好日本人啊？赵记者能发这样的报道，真是太难得了。他都做什么了？妈，你不知道，我花大价钱买过赵记者的新闻，可是他不为所动，根本就不图钱。日本人攻陷金门时，我看见他护送过难民，她是个特别有勇气的女人。那他就不适合你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赵记者做的事儿件件都在我心坎上。欣然，妈不求别的，就希望你能平安。
可是，在金门要想平安，就不能惹事儿。赵记者这种勇气，只会给他带来麻烦，也会牵连到你的。我不怕麻烦，我就怕赵记者没把我放在心上。哟，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妈，你知道吗？前两天日本人在军营里被砍头了。真的？痛快，太痛快了，太给金门人长脸了。我觉得这些日本人何止该杀，简直该千刀万剐。欣然，现在外面的局势太紧张了，你可不能出去给我惹事，知道吗？妈，你还怕啊？有我那些干爹们呀。怎么，我那些干爹们现在不管用了？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现在是钱不如权，权不如兵。你那些干爹再有实力，他们也要听日本人的，也要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。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，讨好日本人，那是汉奸。我宁可跟金门的人过苦日子，也不愿意有一个汉奸干爹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那些干爹，你可给我好好敲打敲打，别真成了汉奸。那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啊。这是给日本人的照片。这是要想办法发到租界去的照片。带他出去吗？李欣然有个干爹是英租界的领事亨头。我想通过他进入租界，再把照片交给租界的爱国人士。安全吗？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万无一失了。是啊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是听说了吗？有人闯进日本军营，砍了好几个日本的头。现在全城都在传这件事儿，听说日本人追了几条街，硬是让那人给跑掉了。日本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个人。金门沦陷，这样的人就是金门人心里的火种，绝对不能让日本人抓到他。我们想想办法，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。好。我爹给的钱买了一台相机之后，也就只剩下这些了。接下来的冲印费，还有生活费，还得不少钱呢。要想开照相馆，就得把设备添足了，要不然日本人会起疑心的。我们家被烧了以后，我基本上什么都没了，就剩下这么点衣服了。不过还算好，我的这些衣服、料子和手工都非常不错，我想应该能当点钱。哎，算上我这个。这是我的首饰，也一起当了吧，咱们把能凑的全都凑上。哎，你们听说没有啊？啊，今天外面都在传，金门出了大英雄，说英雄啊，在日本人的军营里面砍日本人的脑袋。哎呀，甭提多刺激了。哎，就这样的哈，就戳戳戳戳戳，像切西瓜一样，日本人脑袋咕噜咕噜咕噜一地。哎，我说这个杀日本人当英雄，是比赚钱更过瘾的。
你们听见没有啊？啊！小曼，这首饰你自己先留着吧。我知道，这是你妈给你留下来的，对你很有意义。你放心，钱的事儿咱们慢慢来，总会有办法。对，听子征的，这首饰你先留着，钱的事交给我们男人。先紧着眼下的急用，等咱们有钱了赎回来就是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一双手工定制的鞋还没取，我想就直接过去给他退了吧。再加上这些衣服，还有箱子、表，应该能凑上一部分。哎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不是吹牛，我才不拿那刀往日本人脑袋上砍呢，那血出来有什么可看的？冯总贵在外边瞎嚷嚷什么呢？我去看看。日本军里扔炸弹，给咱们全都炸成肉饼子。瞎嚷什么呢？是不高兴的事吗？我说让大家都高兴高兴。高兴？你至于那么高兴吗？有本事你自己杀两个去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以后不许再提了。你要再提，我就把你的嘴缝上。哟，陆少爷，贵客啊！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对了，您订的鞋子已经做好了，就等您来取了。您看，意大利的皮子，顶级的手工制作，金门独一件。您那100块大洋，纷纷都花在这刀刃上了。掌柜的，这鞋我不要了，打个折，退给你。陆少爷。闭店只卖不买，您这不是在开玩笑吗？这样吧，打个7折，我卖给你，好吗？这个，好吧，那就1折。1折，陆少爷，眼下生意不好做，能买得起这么考究鞋子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我收回1只已经算是不错了。人家是抢钱吧？这凭什么就只能买不能退啊？哎，怎么这么说话呢你？哟，这不是陆大公子吗？哟，这不是冯少爷吗？您今天也要订鞋了？今儿不订了，陆公子是我朋友。哦，您这生意还想不想做？想，有生意谁不想做啊？做，肯定做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那钱是多的都花不完。因为最近比较忙，没有时间。等过一段日子，我怎么也订个10双8双的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啊！到时候帮我爹也订上几双，老了嘛，享享清福。哎，那是那是啊。那话就说到这儿，怎么着？这个7折就算了，5折吧。5折不成。刚才陆少爷说了7折，那就7折。老板。陆公子家道中落，但是势力还在。不看僧面，看佛面吧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哎呀，陆少爷，实在是对不住，对不住啊。我给您全额退，全额退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7折，说好了7折就7折。您稍等啊。请点一下，不用了，多谢。走好，走好。快，王哥，快！你去把牌子摘了，这里被皇军征用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毕天一直是守法进行老老实实的纳税呀。哎呀！我摘下来，这就是你的加成。这，我走。你下来，帝国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。你去。
哎呀，太爷，这孩子不能这样啊！放开我！把他带走，不能连累他。谢谢谢谢，我让。哎呦，我说子成，这也挺利索的啊！早知道这样的话，你就应该跟你爹上战场去。上战场干什么？跟国军一块儿打日本人？国军现在在哪儿啊？早就逃出金门了。夸你两句，你什么态度你？我的功夫是我爹打小给我练出来的，别拿我和那些一见到小日本就逃跑的国军比，刨去我爹和他的部下。太君，走。有日本人。这条街日本人二十四小时巡逻，越晚的话，日本人就越会发现他们丢了人。这样，老老小曼，你们两个负责把尸体运到后备箱，我和冯永贵引开他们。记住，动作一定要快。那你们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小曼，我会保护子正的。还是有日本人。咱们怎么引开他？开门，让你开你就开。你什么情况？你还真的？废什么话？老子跟你闹着玩呢！啊，说，皇军来之前，欠我那五十块大洋，什么时候还？啊？什么时候还？问你呢？什么五十块大洋啊？啊，不知道，装傻，不认账是不是？啊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我打死你！啊！别啊！疼！哎呀，大哥你轻点儿行不行？大哥，你轻点儿！哎呀，是这样的，顺便骂老人呢。啊！疼！追！别跑！为什么要打这个人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皇军，我爹是古米会的会长，我是我爹的儿子啊。然后呢，他呢欠我们古米会钱五十块现大洋，到现在他还不还。刚才我好不容易把他给逮着，我当然得抓着他让他还钱了，要不然，咱们大日本帝国吃什么花什么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为什么不还钱？不能欠我们帝国的钱。我有钱，我有钱，就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皇军。我可以跟他回家就去。好，马上去。快点！下不来的话，得受到皇军的严厉惩罚。走啊！快！我告诉你，拿不出钱，打死你！以后你提前说一声，吓死我了。怎么的？还没走远呢。他妈欺骗太君！财路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！
们九泉之下有知，保佑你们的儿子多活些日子，替你们多杀些日本鬼子。金门是被炸，可你们留下的血性还在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日本人明白，金门没有毁。他们从哪儿来的，迟早有一天滚回哪儿去。从今天起，我就跟日本鬼子死磕，专杀日本兵。我陪着你。我跟着你。不是我说两句啊，那个。现在外面日本人那么多，都真枪真刀的干，你不想清楚没有啊？啊！小曼，走，跟我回去。你闭嘴！反正也没打算让你加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正式成立杀寇团，旨在诛杀那些丧尽天良的日本恶魔，以及那些助纣为虐的汉奸走狗。报仇雪耻。我相信大家也听说了，有人胆敢闯到日本军营杀害日本士兵，这个人可以说是罪大恶极。这个人就在你们中间，因为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一带失去踪影的，所以列位在这条街上的居民行人都有义务帮我们找到他，能举报线索的大大的有赏，知情不报者死。糖果你还有吗？